涂三门忌油哈，既然有，就照写。下面是回，写开一点了，这样才能把中间这两竖还有两横包进去。写，这个写啊，里面的写法是乱得一塌糊涂啊，古代书法家写的都不太一样。啊，那原则上大概就是把这两个写完，再写这个。那有些书法家还有多一横，不一定哦，所以有时候麻烦。那每个人写的都不太一样，一个字啊，方法好多种。好，写，琴跟写一样啊，写的乱七八糟的啊。从古代到现在，这个写法大家都不太一样。哦，有人写口，有人写丝，哦，每一家都不太一样啊。那你自己挑一个你喜欢的。那有人下来以后，这里还有一个挑上去，有的还有一点，有的没有一点，哦，所以其实乱的可以啊。寿，张伯虎直接写过了，那就照抄吧。啊，他的寿写的非常可爱啊，这两个就像眼睛一样。哦，他中间这一竖哦，它是穿过的。一般我们收那一横、那一竖是不穿出去的。我张木虎穿出去的，你就要穿出去。点收。画三门忌出现有刀部的那个画。那这个不太一样，我一差别就该伸长的就还是伸长啊，伸长，然后写的很密，前面起笔还有长度，然后有点差距啊，不要让它看起来每次动作都一致，啊，感觉你毛笔都没弹性。用毛笔写的好处就是它有弹性，所以看起来才有变化。才可以写个行书，才写横画，然后再点画，要点流畅的感觉。拉开，才。先就写短好了。山，他喜欢拉长长的。零，他写过好多次，画才先零。挑其中一次来写啊，然后上面这个鱼要集中，啊，点画要流畅。下面再一次拉平，饼上面这横，要么就写短，要么就写长，大概这两个选择最好。好，不要写的跟下面一样宽，这样感觉没变化。他有写过，哎，注意横画的间距，旁，这个旁啊，在古代写法也是很多种啊，啊，有时真的是有时候会觉得哦。太多要记的啊！其实我真的没办法，就记一种就好了，记标准的。齐三门忌写过，照写。
头，记得一样，扁扁扁。